咱人啊，想要安怎样会当解脱苦恼啊？咱唯一的爱先了解动观地觉啊，地觉之法，即是富乐安稳之处啊。人若会当地觉啊，虽然呢，所住的厝真简陋，甚至呢，无眠床啊，困涂骹，嘛是感觉吼、真安然自在，真快乐啊！实说呢，那是无地觉的人啦、虽然呐、洞房富丽一处啊，可以住搁较好呢，同款啊。无地觉啊，不轻易啊，等等，这就是咱世间人啊的心态，是苦啊，是乐啊，是悲啊，也是福啊，这呢，拢是伫咱的心态。咱那些一念地觉，都亲像。拥有天下的一切，千万种嘛，那是不地觉的人，就是可以过较多较多，哪怕呢拥有天下江山啊，也个感觉讲也无够，这就是人生的感觉。就是跟他的一念心而已啊。